这个是胶质裂掉，能修。看那个仪表吧，不是，看一下那个仪表。先扬一下。那个仪表。你大三角先放下来。 转圈啊，闻什么东西 ？OK， 没关系，烂东西，以后不是我们。好像碰到了，反弹了几次。这个角是最，哎，是不是这里一个包？这边是最接近的，那个是我上次最担心的地方。这边不行了。这边也变掉了。 它是跌下去，冲击之后再反弹。